我去接你了。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，快点来接我。我终于可以回家了哦。如果你已经不能恐惧，你女儿把床弄得可脏了。去收拾收拾啊！你拿什么？拿着我的被子。我操！你这 ，See you。你这，给你拿这个吃。我不想吃。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吃，你想想。我不想吃，那我特别好吃。好吧，那我拿走了。你太不适合这样吧？你这不帮我弄一下。马上就没有信号了，马上就没有信号了，然后就一会儿可能会断网，因为我在电梯里，电梯里可能会断网。没有人，我哥骗我，他说两分钟就来了，根本就没有他。我们就这样等着我哥吧，看我哥什么时候来。他还说两分钟呢，他就是骗子。这都已经五分钟了，也没有他的人。谢谢 Lucky 团团，没有关系啦，不用注意隐私，反正我和我哥就快离开这里了。喵，你骗人！我咋了？我跑过来的。你说两分钟。
用的，要命了。哎，在后面去。我都等你五分钟了。放屁！我跑过来还没五分钟。啊！我来弄。你拿着吧。Hello， 给你拿着。嗯，你拿，我去后面。不要录，不要录什么名字？什么啦？你想知道名字？好吧，这么晚谁能看见呀？外面就亮堂了。外面亮堂吗？亮堂呀。你坐到我裤子了。Sorry 呀。Sorry。哎，我的口罩和眼镜好像忘在他家里了。眼镜也忘在家里了？嗯。你这是有多想走？拿手机就往外跑啊？嗯。啊？嗯。我拿着东西就跑了。他妈说啥了？他妈说家里弄那么乱，我也不帮忙收拾收拾。我才不收拾呢！不。他妈好了吗？一天应该是不会好的，我估计还要两天吧。那明天让他去骑咱小摩托，然后自己去。嗯。那你明天还得来看孩子。哦。那怎么办呀？我看不了，我最近状态都不好，头痛，偏头痛。我希望明天他可以在我们锻炼完的时候，然后他出了这个门，你可就要那个啥了。好的，我把他靠近我的胸口，让大家听你的心跳吧。我要保护我的隐私，我要把手机贴在我的胸口。直播小区，哎呀，今天吓死了那个。Yeah.